觉我对你着迷，快变成一种洁癖，受不了你对谁有一丝丝注意。我发觉我给你的心已形成一块禁地，像是秘密只许你占据。该来的喜，该来的忧，该来的痛，该来的空，该来的让它来，不要被犹豫断送。人的个性注定了爱的命运，该给的爱，该给的苦，该给的梦，该给的心，该给的都全给，不要被不甘牵动。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，就像我只让你知道，在我心里隐藏了一个字，不管你因此说我痴，我只是想了了，了了这桩心事。该来的喜，该来的忧，该来的痛，该来的空，该来的让它来，不要被犹豫断送。人的个性注定了爱的命运，该给的爱，该给的苦，该给的梦，该给的心，该给的都全给，不要被不甘牵动。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，该给的都全给，不要被不甘牵动。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。还魂酒，汉寿亭后，三国时代老弟兄弟结拜兄弟，以张飞玉帝两个人在桃园来拜老弟为大哥，兄弟三人对起立誓，救黎民百姓脱离苦海，英雄太平。手拿青龙偃月刀，身骑千里赤兔马，胸怀三年所向无敌，斩妖除魔，正气冲天。那较早吼，庙里咧做酒啦，爱是讲咧新民生的时呀，还是讲地方面有迄落什么天灾地变啊，拢会请这布袋戏啊团来表演。尤其是这个关公这个戏哦，大家拢最爱看的。那阮平咧做关公的时候，我迄个歹人啊，还是有些囡仔吼，走安那飞嘞，唔敢来看。要唔过呢，这关公这个戏哦，伊咧随便学袂搬上，因为这关帝圣君啊是神明。啊，若是讲咧搬神明，这要出来时，有当时啊吼，无中无地去请着真神下降，安尼就对这神明不敬啊。所以呢，您斟酌看下咧哦，您斟酌看，加一个天宝相，即个，这就是天宝相啦。啊，就是先讲，这先就是咧搬戏的关公，唔是正神啦。要让天地人三界天知影讲，这先就是红啊，唔是真正的关圣帝君下降的啦。啊，你知影吼？啊，这歌这些布袋戏团内面哦，足侪禁忌的啦。那有那是咧装布袋戏红啊，这个戏箱吼，那放伫后台的时啊，除了讲这个搬布袋戏的师傅以外，无论如何，啥物人都袂用遐坐日啦。啊，搁有哦，若是咧搬布袋戏的时吼，查某人面去舞台时，也面去望着红仔时。总讲一句啊，这搬布袋戏啊，就是教忠教孝，劝人为先啦。哦，任何人若是做歹啊，拢会受着天的责备啦。所以呢，歹代志唔通来做，唔通做歹哦。哎，动！
啊，中嘞，中嘞，哦，安尼好啊好。哎呀，唔该，该倒半，要倒半讲个。哎，大家开始看咩嘞啊？哦，未付我时间，未付我。好啦，你白等啊。一二三四。大家辛苦啊！来来来，饮茶。对对对对。我茶放个只哈。哎，阿姨啊。啊。你去看迄管理委员会总干事，甲今年的罗处开会开煞未？哦，恁家讲，等下三点半就要办宣声势的时阵啦。有一挂迄落彩金啊，是烧钱的这红纸吼，叫人写写好打起来。哦，好，安尼我即摆来看哈。哎、欸，阿姨啊。啊？啊，你来打哪嘞？我无看人嘞。啊，可能哦，伫咧甲罗处讲代志啦。甲罗处咧讲代志，哼。一定是搁走边口咧搬石板啦，啊，买只唔叮当，逐边人若咧无用的时阵无看人影，不孝顺。诶、欸，阿伯，不过哦，你个媳妇哦，真乖，真骨力呢。迄是天公伯咧疼我，我生是咧不孝顺，家财好家财，娶一个安尼骨力的媳妇来咧甲我斗下手啦，唉。哎，掉了，摔掉了，来来来，切！哇，摔掉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先等我带你水过来啦。不要脸，你乱！来来来，好了。哎哎，你无啊？你个你无啊？无咧个信哦？你要何长呢？来，对，卖卖卖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来八七八，谢谢，来来来。哎，失败了！失败啊！哈哈哈哈！我看你也是等于人报的赢啊好啦，六姐吼，你搁炸咧啦你，叫叫叫，炸咧哦，系啊，卖咧靠背来啊，对啦，对对对，不要紧啦不要紧啦，啊四礼拜啊。好喝。阿雄，你遐较悬吼，袂瘾食香油，所以我要送给你吃。好好好。来，食饭啦。无啊，你规下晡是走倒，人大咧无闲啦，无看你倒下手啦。即摆来园林是连续两工呢，卡手无够咧啦，你着较有站站咧啦。耗到要三十岁啊，还佫袂晓收。我是要早来，阿娘放心，从这规团拢放互你啦。学啊，无要好啊学。做也无要好啊做，了然咯。阿公甲恁两个翁仔某啊啦，也袂晓讲我生一个孙通互我做阿公。啊无嘛至少，互我目睭摕起个以前，毋免阁烦恼讲，还阁一个后代通阁接手。唉，了然啦。甲你生一个袂生计较啊！我家己嘛唔知，阿完真，你真正袂阿爸知影？你是咧烦恼啥？啊，生囝是你艰苦，是我咧艰苦？啊，无你听你搁了咧嫌无？我唔惊生囡仔，其实有一个囡仔嘛袂歹啊。好啊，你让群某群莫了咧面盲啦。我想讲吼，等咱这戏若做煞，啊，咱两个人再来去病院做检查，好不？阿达，阿达，你唔通搁再胡白乱想啊！敢讲以前的教训对你来讲搁无够是无？你这个兔呀！啊！常常不卖伫遐咧乱啦！啊啦！你敢若不知我捌叫人管过伊哦？你跋筊六十八刀啊！我对你无办法。啊，不过咱是阿母呢，你千万唔通哦，搁亲像以前共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！啊，我之前是安怎？啊，我是杀人放火哦！啊，是你手拿银行啊？放来放去六九月尔啦，唔着关心天条啦。
卖完，你敢知影？过去九命好人，中国民女抢夺咱钱财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年轻人啊，你也敢干涉恩师，想怎甲你打死啊？换两顿啊，提饭串，好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到时囡仔以后，我啊做个泡面下来啦。无啊，你是我考虑袂着。真实的咯，我阿爸讲我一个后生尔呢，拜伊哦，侬嘛希望赶快只报第二哦，快使去团落去哦，真用心咧搞栽培啦。但是，我拄只看你表演了足好个呢。啊，无影啦，阿公转只转只。我从细汉就是住喺庄卡，阮阿爸母就煞老过身去啊，是阮阿公阿婆教我饲大汉。所以讲，有真侪物件我拢唔办。同学都笑我是土包子。土包子哦。奶公，台北有真侪真好耍的所在，是无？台北哦，我看是差不多啊。你敢有去过？好，去泡泡，棒球啦、棒球啦、球篮啦，我嘛四过去表演啊。真是的哦。对啊。我做年轻人呢，会使四季去佚佗，来表演。好，这东西我真忝呢。跑步在遐啦，敢会足困难？你想要学吼？我画图画了袂歹，我对跑在遐啦，嘛真有兴趣。安尼哦，安尼上好。我等下带你来阮后台啊，看一下布袋羊啊，安尼好无？咁会伤麻烦？未啦，我爹惊啥物麻烦，到时我遐布袋羊哦，随在你人啦，吼。但是遐尼暗嘛，我着爱倒去啊，阿爸你嘛讲。遐无要紧啦，爹，看快正紧，看了我叫我倒要载你转来。我先去敲一通。啊，免阁敲，免阁敲，看一下正紧啦，加加加加。阿弟啊，阿弟啊，歹势啦，歹势，啊，我着收忝，拢也无收。无要紧啦，你等于愈食愈困，
我来交代就好啊。唔通啦，啊头家若知影，会讲骂到变臭头咧。我紧啊，阿姨啊，因咧变十三斤，你阁唔紧去？有影无啊？真正啊！阿你我紧来。安尼我来走啊！好啦，好好啊睏啦，哈，无问题啦。来啦，迄个怪老鼠讲的啦吼，看一看便知道啦。哇！恁家做侪布袋戏红仔的呢？以前捌听老大人讲，查某囡仔人是袂使上戏台摸红仔，是毋是啊？哦，遐话吼，拢是老古板讲的啦。咱遮少年吼，无啥物期待啊啦。来，你遐坐，我来介绍几个人啊。这些吼，叫做老花香啦。啊，这些喏叫做金鸡仙。我知，苏亚文。风动武林，惊动万教。哈哈哈！一个先。这些喏，你千万唔通惊着。闭掉，闭掉，闭掉啦！你袂晓惊好无？你要创啥？我是闭掉啊！我浸一个好啊！啊！你是哪个啦？我打掉。妈，你走啊！妈，你快进来。我让你看到了，你躲下，你先坐下，坐下，我叫你过来，然后你再过来，你轻点，快点，哎，你把手伸起，我看到了，慢点下，快轻点，来，哎呦，好，你搞老大了啊，你搞我，哎，你搞老大，你搞。国家，国家，国家！
你有听吼？大家啊，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！哎，咱们委员会啊，今仔老师哦，讲咱咱办得足好个啦，有拍算明年要再请咱。你大家就较不拉搬嘞哈，人大会摕一半个奖金来予咱，是安尼无？来，阿仔，我你就听无啦？啊，好啦，凊彩啦。啥？啥？你凊彩？哎，你大家来无去？啥？阿仔是安怎想？我昨暗明明去恁家嘞，阿那无看啊？阿那会无去？吓？无啊，昨暝啥物仔顾台？阿爹啊！阿爹啊！系啊，去叫来。哦。大人大姐甲顾，阿顾甲无去。免叫啊啦，笔条我摕去啊。你摕去？你摕啥物？我摕三阮朋友啦。无啊，你是咧起笑笑？阿那咱会乌白送啦？这是今仔日食饭碗呢。好啊啦。明仔叫陈师搁捡一个就好啊嘛，啊不是叫阿明或者戏出就好啦。啊，了然啦，了然啦，你这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，阿仔好送啦就送啦，什么我啊，我你气死！阿爸，看看看，啊是看啥啦？阿贤啊，你是不是看迄地婆仔会大惊？惊，惊一个乌寒子就惊。哦，你再去摘呗。明天我来去买啦，吼。又看到哪件事？差不多第三时阵啦。我就在咧做布袋，迄阵有看阿进别人查孙伫咧看布袋啊，啊过来就无注意到。哦，好啦，多谢哦。啊，你若看来真的时阵，再麻烦叫伊来派出所找我者。好啊，好好，拜托啦。真白啊，免烦恼啦。啊，今仔你乖，已经甲未死个爬爬走啦。乖查某孙啊，我当然知伊未乱走啊。歹势，歹势，我心内太急吼，声嗽有较歹淡薄。小紧啦，真白啊，我嘛是做人爸母的人啊，我若换作是你哦，我嘛是烦恼甲要死啊，对无？是讲阮阿珍阿好。头世人都唔捌安尼，莫讲是暗时无倒转来，就是讲出去佚佗，嘛唔捌超过十遍。我即摆若拄着间某款，我跟阿妈讲起阿弟咯，实在真可怜。自细汉咯，爸母都来早死，都是我跟阿妈甲扯大汉的。阿妈，你若发生什么代志？阿金伯啊！袂啦，你莫拢有想要歹的啦，无咱等下过来试验问看卖好无？吼、丹啊，你唔食饭就走落去。我今巴肚枵未枵啦，我来白沙试试。哼，我讲你正顿无要食啦，啊，等头得要搬去啊，实在无好巴肚枵啦。伊偷偷讲，食几日就咪咧想啥，我想拢无。阿爸，你莫生气啦，啊，你食饭来生气哦，会拍歹胃肠呢。哎，哟，啊，昨暝有啥物朋友来找，是毋是遐阿里不达的？派囡仔过来找啊？怎？无啊，我无看到有人来找伊啊啦。啊，不过伊下半山的时阵，无转去旅社呢。伊讲伊要去附近小洗洗，啊，差不多今日早起才转来。哼，我都知咧啊。即摆精神的遐尼尔歹，都是食无正常，睏也无正常，啊，你将来是要安怎啊？哎呦啊，你莫说我较假一个啦。可以，其实讲伊是有某的啦。
唔能够去外头花啦，那去去乱来哦，就凄惨啦。兄弟，你晋江过来搬足好诶，大家伙人拢真满意诶。啊，若无去养吼，以后有机会哦，请你去多多照顾者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爱是你搬山时来我遐提钱。哦，哎呀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大家上车出发啦！即要到豪华的路啊，真远嘞啦！啊，开车的人就较细些，唔通拄久呢。阿爸，先阿你先困一下啦，先阿全透明，佮赶阿空完啦。你是知影一个乌仔汉子，咱若两早到，明仔早也较早用个台甲搭好势，人个头家就会放心啦。咱若好好啊落去搬，人个头家自然后下就佮请咱来搬啦。这就是生意的撇步啦，知影无？来来来，小声小声小声。哎、欸，啊！你两个阿公骑机车都要较细心嘞，唔通拄久嘞。有听无？阿爸，阮知影啦。手莫顶我顶个头好无啦？你想哪啦？真热啦！你顶我顶个头，我全裤全干啦。好嘛。什么代志啊？好啦，啊，都人报案啦，讲树林内面哦，犯着一个尸体啊，查某的啦。啊，安尼哦。我跟你讲过啊，叫你手莫撇我囡仔头，你是无听着笑啦。带我去！哎，带我去！哎。
赶快，赶快！这么晚了，跑这边干什么？都下雨了，赶快到车上去，来！赶快，赶快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乖乖在车子里面啊，不要乱跑，听到没有？七十岁，一世人竟然用代替子孙的小卡买钱，这拢是债，还不完，嘛爱还爱债。阿舅，阿公真对不住你，无好好甲你饲阿大。一个好好的查某囡仔，就安尼来去，我无做着什么歹只对的代志，哪会对待我？我只因阿爸无，七少年、八少年，都来吃龙食，阿老阿舅那里，竟然，我做堂弟，也四十年了。帮助过足多人，我错过足多功德，今日我无高兴，上帝，大人对待我。宝剑是全部在掠歹人的，你去，你去找伊来跟你害死的七死。阿弟，你的勇敢，阿哥无当跟你斗三工，但是你袂错，听阿哥去找伊，知无？歹人在勇敢做代志，我讲警察有抓到还是无抓到，但是你的勇敢一定我都找到伊。做代志绝对都袂过报应的。阿舅，第二，有听到无？叫伊报应。阿舅，第二，有听见无？叫伊报应。已经四十几年了，不论什么妖魔鬼怪，看到一支剑拢会惊。你得去报仇，好。也去找万寿了，好。
听阿公跟你讲，你即摆清草会较好走，拿一支宝剑，家己去报仇，我会知影吼。过安尼落去也好，你要一年安尼，那你阿丁哦，倒伫个遐，嘛囥伫要一年啊，你也嫌无够性。咱这个宝贝啊，查某孙啊，这查某囡仔人，你安尼要甲浅草鞋提宝剑，唉，伊无法啦。人个哦，厝边头尾，大家拢在甲人笑呢，还去派出所报案。讲咱两个老的咧起痟，哪有出甲你这种人啊？甲家己的查某孙啊拍防护剂，天光伫遐遐尼久的，你拢袂唔甘心？今日是冤枉死的，要哪会入大厅？啊，都予伊入土为安啊！人死人已经死遐久啊，你嘛予伊较安静嘞。你唔知你点点嘞？是啦，我唔知影啦。也毋过我知影吼，这查某囡仔人安尼是足可怜的啦。唉，就是你啦，叫做我阿姐。这年吼，较早是一个真出名的同居呢，算才是阮三姐去陪啦。他怎么会把他被奸杀弃尸的孙女儿，就这样不埋葬放在家里？这我跟你讲啦，啊，这年吼，伊捌的代志比我较济呢。伊是将伊的查某孙仔吼，甲注意到黄武志啦，啊，佮对殡仪馆借遐设备吼，也将因阿弟仔吼，伊的尸体甲保存甲即嘛。啊，佫予伊穿草鞋、拿宝剑，得去找凶手呢。穿草鞋，拿宝剑。是啊，爱穿草鞋较轻啦，走路较紧啦。啊，若拿宝剑，就是要去报仇的啦。欸，你唔通无爱相信呢。我顶一回来吼，我亲目睭看到呢，长只换的草鞋啊，过冬刚变旧的啦。啊，迄草鞋哦，佫剥甲全脱了了呢。敢若袂输哦，真是有穿出去外面找凶手的款哦。在本省是有这种习俗，如果说亲人含冤而死的话，是可以让他自己去找凶手报仇雪冤。唐老大，我给您介绍了，来这位来。啊，阿姐你啊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我之前有跟你讲过啊，这位就是台北来的刑事检官啦，要来这查案的啦。拜托，拜托。王警官，王警官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，因为我老婆上大夜班了，所以小孩子我就帮她。王警官，我已经给介绍好势啊。来来来，来对对，好好，来对对。我们这一次来，主要是要了解吴老先生孙女遇害的经过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初侦查结果？化验出来虽然没有男性的分泌物，但是
他是的确遭到强暴后才勒毙弃尸的。我们也查了快一年了，还是没有任何结果。王阿丁，你家己要去抓人，我有教伊安怎去抓。阿金娘，阿恁查孙阿当着死呀，你嘛早起就给伊入土为安，你安尼搁甲藏咧，安尼嘛毋是办法。无啊，对面抓到我了。伊个草鞋哦，四双都穿破去，顶礼拜伊个宝剑搁拍倒去，伊个天师哦，若无抓到，我绝对帮伊算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是阿丁的物件啦，到今嘛吼，我拢还无拍开来看呢。我若是看到，我别再哭了，人真的已经挂号，是专工来台北，甲咱倒办阿丁的案。经过，迄啥物物件，我嘛唔知影。那是阮阿丁哦，被我们发现的时阵，在伫手头在甲安东东的物件，一定是甲伊乡亲有关系啦。后日，后日，也是咱阿丁一年做嘅日子。你那心情够激烈吗？小朋友，今年几岁了？小强，小强，来，你爸爸出来。小强啊，爸爸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出来的时候乖乖的，你怎么都不听呢？小强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听话了？爸爸生气了哦。玩这个了，以后不能再玩了。这是爸爸给你的处罚，如果你再闹的话，爸爸一个月就不带你出去玩了。我有厝在要问你，唔知好啊么？后日是阿丁啊在要作对你，你也无要甲带，你安尼甲藏咧，足足也在要一年啊呢。虽然我知影讲伊有四界出去在找凶手，你敢讲真是安尼要阁甲藏落去哦？
惜了。阿伯，人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，你跟伊讲，伊拢无效啦，伊哦，食老咧老饭店啦。草鞋与宝剑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已经不相信了，为什么还问我？我没说我不相信。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相信这一套。好吧，我是不相信。不过我倒觉得这个传说蛮凄美的，被欺负的女孩子死了以后变成鬼，脚穿着草鞋迈步如飞，手里拿着宝剑到处去找凶手算账。我一点都不觉得美，反而觉得做警察的应该要检讨，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为什么老百姓宁可相信虚幻的草鞋与宝剑，而不肯对我们警察枪抱以希望？不要泄气，还有很多警察的枪都没有生锈，包括了你我。我在警局里面看看证物。尽心尽力，既然你孙女儿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就不要打扰她，让她平静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享福。抓到凶手，伊唔只有法度有头有面，我去斗他。抓凶手的事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做吧。是你啊。我即马连凶手嘛还袂找着，至少我们不会放弃。我和尚警官是刑事局派来的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。真济代志，唔是人做会到的啦。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天理的，天理会站在我们警察这一边，天理不会放过心狠手辣的凶手。阿伯，不要再换草鞋了，把阿珍埋葬吧，这样对他、对你、对这里的卫生都会比较好。
真兄，这位女警官讲安尼嘛是有理呀、啊。伊是我上疼查某孙的，你抓住我阿的心，阿你甲伊糟蹋，我心要安，我唔甘，我唔甘啊！这个二十岁查某囡仔，阿要无人救，无人抬，我唔甘。你看，伊可怜的看，你什么人，我都从乡就干嘛抓出来？阿弟，阿弟，你都回来，阿弟，阿弟，你回来了，你来找阿妈，你自己呀。你要跟最后永久，阿弟，阿弟，你都对了，阿弟，你都对了，哎呀，慢慢就能见了，阿弟。不要误会啊，身体袂堪实啊。你叫阿达拉得好好搬，若搬无好哦，免少想后悔，人去请咱来啦。哈、啊，我知影啦。好、哦，你甲讲啊。啊，你行好嘿。哦你要跟他打，那个照片真歹认。阿达啦，阿爸身体啊越来越差呢。哎，头拄仔吩咐我讲，叫我跟你讲，搬戏的时阵哦，爱较用心的，唔通搁再哦。我知啦，你甲阿爸身体照顾好就好啦。我头拄仔看到你的头前迄块半山，伫咧看戏台脚。你是不是讲？靠妖啊！我是看戏台口有啥物观众，看我要安怎搬啊？你是知影毋知啊？管我这是要创啥？我是希望你较用心的，你莫搁惹麻烦啊，好不好？足奇怪嘞！啊，我是惹啥物麻烦啦？就算讲我咧看好不好？我看啥啦？我会甲你硬笑。就算讲我故意甲你硬啦，我是做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笑？无是上好啦。我嫁予你遮侪年，是毋是有好的日子过，我拢无要紧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用伊对我较好个。无，我是对你偌歹啦。你家己做个代志哦，你家己心内有数啦。假使你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哦，不但是害着你家己，害着阿爸，连规个戏团哦，拢予你害惨了，你敢知影？你怎会提个呢？
对啊，爬起来。爬起来去楼顶过楼遐睏啊！去遐睏，无你是搁带七仔来啊？囡仔，我是倒位咧带七仔啦，我是头仔去拄着。哎呀，你莫甲我啰嗦啦，去楼顶睏就对啦。啊好啦，这我来顾啦。
卖坐在戏箱恁啦，遐正直啦，我过来一边啦。啊！喂，你手是安怎只？有要紧无？哪样呢？无要紧啦，张桥都要去跋倒的。哎呀，唔得较细致咧，咱跋步就是靠这双手呢。啊，你手都顾袂好啊，是免怎人啦？脚手都咧无够，啊！你手搁受伤，啊！你明仔载是变作去园林搬啦。园林？无啊！你是搁安怎想？是当时讲要去园林，我哪拢唔知啊？人迄园林已经庙讲咱旧年搬了袂歹，早着听金荷兰啊，叫咱今年着爱可以搬，明仔是大拜拜好日子呢。我歹去啦。你不爱去，先走不爱去。规定啊，我不爱去就是啦。无啊，你对啊，唔对啊。咱定钱硬摕来安尼，咱答应讲要去搬，哪会用不去一下？咱这团是信用上好呢，唔捌做着无信用的代志呢。要去恁去啦，我不爱去啦。等下，甲恁爸讲个清楚，先走不爱去，到底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？好啦，爱做主就去做主啦。我歹去就是歹去，无为虾米啦？哎呦，你死人啊！甲你爸一嘴子，你敢大声声？你心目中我这老爸无？啊！阿爸，阿爸，来来来，我你陪伴的日子实在空虚，亲像一尾鱼，甲水分开。今日来忍受寂寞滋味，才知世间的爱情这呢啊宝贵。有你陪伴的日子，可比月甲星永远相随。怎样忍心将你放乎袂记我？Thank you.